と開け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豪哥哥，又带大家来吃好料了。如果你来到东京的 Shibuya Sky， 碰到用餐时间不想排队，这一家位于12楼的 GUO 中华料理是不错的选择哦。主要是吃火锅，但是也有商业午餐哦，价格偏高。套餐先来的是哦，没有记忆点的沙拉，例汤还不错喝啊，喝得到蛋香以及番茄酸味哦，整体来说相当清爽。再来是煎饺啊，外皮酥，皮也真的够薄啊，肉腌制的还不错。还有炸馄饨啊，但是我比较爱煎饺。我女儿点的是什锦面啊，用料满满，没有勾太多像类似广东炒面的调味哦，面则是一般的细面。儿子点的则是广东炒面啊，非常的广味哦，食材啊非常新鲜，用料实在。再来是我和彭太点的麻婆豆腐啊 ，OMG 啊，打开来椒麻味喷发啊，豆腐还在翻滚。我必须说，麻辣适中，香气逼人，再配上日本米啊，这可以说是我今年吃过最好吃的麻婆豆腐。饭后甜点杏仁豆腐啊，杏仁味不浓，我非常爱。GUO 中华料理虽然价位偏高啊，但套餐不马虎，好吃哦，而且啊不用和人排队哦，重点还有不错的风景，大推哦。好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麻烦请关注我的粉专以及我的频道，拜拜。